食安的风暴越演越烈，最新消息，卫福部追查这个进口同业绿素的工厂呢，发现其中一家是台湾比菲多公司。这家公司的工厂在台南市新市，在刚刚厂方也出面说明。我们目前来听业者的最新说法。 加说明的啊，本公司进的原料是水溶性的铜叶绿素钠，那是卫生署核可的食品添加物，它有规定一定的品类，还有一定的剂量，所以我们用的呢是水溶性的铜叶绿素钠，完全是合法使用。水溶性的原料没有办法放在这个脂溶性的产品当中，与各位呢所这个一般误解的这个。 脂溶性的原料完全不同，请各位呢务必鉴别原料的差异，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误会，谢谢。那公司就是在这个铜叶绿素钠这个部分送检验的这部分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我们都是合法使用，因为政府有规定非常清楚的品类还有这个用量，所以价格一切都是合法使用，谢谢。